我爸给我买的。哦，这本书我知道，好几块钱呢。什么好几块钱？看好了，现在学霸换我来了。哎呀，我一跟我爸说要买书，我爸呀就二话不说给我买了。他真是太仗义，太爽快了。我爹说不要读闲书，要读好书。你就知道我爹说，我爹说，又没人逼着你看，想看的人很多呢。哎，我也想看，我想看，别吵！看到吧，想看人很多。你就一本，给他们谁看啊？给我看。哎，别吵，给我看。咱们大老爷们是不是应该撅他们点儿？所以呢，我决定先借给公主看。公主，先借您。谢谢大金哥哥。啊，给公主看，那她什么时候看的吗？要是她300天看不完，那我们岂不是得等300天啊？是啊，这本又不是教科书，我相信公主应该能在1个小时之内看完的，对吧，公主？放心吧，小宝，就你机灵。那还有我们俩怎么办？对了，谁先谁后？这个好办，你们两个抓阄。抓阄？抓阄？我这有2张纸，一张是得意先看，一张是闹心后看。你们谁要是抽到得意先看，明天就有书看；谁要抽到闹心后看，后天才有书看。现在开始。匆匆接书吧，放过来。你们都在干什么呢？你们都在干什么呢？现在自习课时间，要做作业哦，怎么不回自己的位置呢？快点，老师，我想上厕所，憋不住了。老师，我也上厕所。哎，你们都搞什么？快回来！腾腾啊，在画什么呀？老师，我画的好看吗？嗯，很好很好，继续哦。娇娇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老师哦。太逗人了，你看这人变成了一头猪。哎，娇娇，站起来。把书给我。这什么来的？上自习课不好好做作业，你对得起你爸爸吗？嗯，对得起老师吗？嗯，这书没收了。哎，别，老师，我马上就看完，就2页，就差2页嘛。你现在收了，就是要我今晚睡不着觉啊。你，跟我到办公室来。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错哪里了吗？我应该在自习时间看闲书，你应该多读课本，读好书，努力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为中国梦而奋斗。知道就好。书呢，我就放抽屉里了，你周末再过来拿。今天是周一，离周末还远得很呢。你为什么哭啊？原来老师把漫画书收走了。爸爸。
感觉哪儿不对，就是说不上来。不对，你的心肝脾肺肾呢？书都被没收了。大军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嘛。我一抬头就看见袁老师在我面前了。不过老师说了，周末就还给你。这个周末，周末还要再看一遍呢，我撞墙算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我连一页书都没看呢，你都会干嘛呢？你别看了，我，哎呀我，就是因为你，书才被没收了。哎呀，大爵，你先让啾啾把话先说完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书找回来。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妙计倒是有，就怕你不敢干。哼，还有我不敢干的。哎，过来，哎，过来。你的作文不仅有一道题不会做，就是数学题。哎，不管那么多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就在这儿看着，如果有人要进来，我就不咕一声。好的，你真的确定漫画书在袁老师的抽屉里？对啊，我还亲眼看了，就在那里。好的，交给我。老师，您看，这道鲁迅说晚安是表达什么意思？晚安中晚字呢，它点明了时间，令人联想到天色已晚，象征着当时社会的黑暗。不咕不咕不咕，佳佳，漫画书真的在这吗？不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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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猪奶奶，你的衣服真漂亮，是没有什么喜事啊？小公主，你嘴真甜。猪奶奶，我的跳绳落在箱子里了，能不能帮我开一下呀？好，我来帮你。小宝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这么说，老师感到很欣慰。你这样继续学习下去啊，长大一定是个文学家。加油哦！嗯，是这个跳绳吗？猪奶奶，我突然想起我作业没做，我不跳了。哎，老师，对对，我这还有一道题，你看这怎么做呀？嗯，这道啊。哦。老师，我问完了，您可以回去休息了。我现在就写作业。好。这孩子怎么了？今天这么好学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漫画书找着了吗？要找着了吗？哎，我用我肚子担保，我把整个房子给找了，就是没有找到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对啊，那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啊？咱们三个臭皮匠不管用了，那我就去找那个诸葛聪。哎，聪聪，找你有事儿，请叫我 Mr. Farmer 聪。哎，聪聪，我有一件事情必须得你出马才能解决。嗯，说吧。哦，首先，神奇漫画书不会自己莫名其妙的不见，也不会自己长腿跑了。哎呀，我们先打消这些充满幼稚还有孩子气的想法吧。哎，分题按题就好了，不要指桑骂槐。我推断一定是有人偷了。哎呀，聪聪，你就不要卖关子了，如果你能找到神奇漫画书，我就先借你看，肯定要比小宝先看到。
就得你这句呢。首先，我们要怀疑每个人。嗯，有道理。包括你自己。我自己偷我自己的书，那我岂不是脑袋被驴给踢了？你如果想买一本新的漫画书，但是你没有钱，你就把自己的漫画书给偷了，让借你的书的人以为漫画书丢了，这样他就会赔钱给你，你就可以买一本新的漫画书了。我怎么会没钱买漫画书呢？只要我说买书，我爸就一定会买给我。你可不能侮辱我的人品，我的人品从来都是满满的。打住！你别再自恋了，单说这件事儿，谁能证明呢？这还不容易啊，我打个电话给我老爸。喂，喂，老爸，你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儿子，你小子是不是又没钱花了？老爸，我的漫画书看完了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买新的？买书？那有什么问题？老爸支持你，要多少给多少，再要一次给双倍。老爸，别人说你财大脖子粗，果然没有说错。我们晚上家里见，拜拜。这回你相信了吧？你们爷俩简直太酸了吧！好吧，现在算你第一个洗脱嫌疑的。必须的。下一个怀疑的就是我自己了。你连你自己都不放过，真狠。简单一点说，就是我有作案时间，但是没有作案动机。啥意思？我从始至终压根不知道你们的漫画书被没收了。当时我作业早就做完了，所以我躲在宿舍里面看书呢。你作业做完了？我是不会借你抄的。那我也不借书给你看了。书都不借了，你还拿什么借给我？如果你能找得到，我就借给你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接下来就是娇娇了。娇娇，她哭得太真了，还微微的那一点表情，应该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小宝。小宝这个人缺乏胆量，但是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娇娇看完的。嗯，这就是我对案子的分析，真相就一个。依我看，一定是高峰嫉妒，所以呢趁老师不在把漫画书给偷走了。哼，高峰也有不偷的原因啊。高峰一向都那么尊敬园丁老师，怎么会偷园丁老师的东西呢？嗯，对哦，那会是谁呢？岳川，袁老师，我要告状。告状？告什么状？进来也不敲门，别人不告你已经很不错了。袁老师，我的漫画书被偷了，我怀疑是高峰偷的。今天是怎么了？都来找漫画书，上午是娇娇，下午又是你。袁老师，娇娇的漫画书其实是我的。嗯？因为我反正是漫画书不见了。怎么可能不见？我明明把它放在那儿的。咦，见鬼，我明明放在这儿的呀。糟了，我答应要还给娇娇的。今天发生了一件令老师非常气愤的事情，竟然有人来办公室拿走我没收的漫画书。娇娇，你说是不是老师说周六还给你，你等不及了过来偷偷的拿走啊？不是的，老师，我没拿，我真的没拿。那是谁？你可以问问大军，因为书是大军的。娇娇，书是我的，难道就是我偷的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问问你。佳佳，我好心借书给你，你却让老师来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大娟，这就不是那个意思，你更把姐姐吓。张小宝，你也不要再装好人了，你也有偷书的嫌疑。我偷书？哎，如果我偷了书，为什么还要帮你们把老师支开？什么？把我支开？你刚刚问我问题，就是为了帮大军争取偷书的时间。可是书却不见了，我记得就是放在抽屉里的，可我们走了，书却不见了。哎，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对了，聪聪，你都说了要怀疑一切，你都说了小宝、娇娇、我、你都有作案动机的吗？聪聪，你也有嫌疑。是不是因为让你最后一个看漫画书很不爽，你才去偷漫画书？不可能，从不可能！谁说不？我没有偷啊！加油！没有偷啊！不要吵了！知道漫画书的就你们五个人，谁都不可以回家，留下来，我要检查你们的书包，直到找出漫画书为止。我是我把漫画书藏起来的话，我就化成为亚洲第一大风。冤枉啊！我发誓，如果书是我藏起来的话，我就成不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了。冤枉啊！我发誓，我要是藏了漫画书，我就不是银河系第一超人。我发誓，我要是查不出是谁藏了漫画书，我就是宇宙第一大笨蛋。为什么就一定是我们的？难道不会是哪个老师拿去看了，忘记还了呢？对呀，小宝，你真是我的吉祥物。袁老师，我们托管班是个大家庭，应该彼此信任，而不应该互相猜忌。我相信我们托管班是不会出现小偷的。漫画书不见了，到底去哪了？对呀、啊，去哪儿？去哪儿呀？对呀、啊，漫画书去哪儿了呢？或许是有一个小伙伴想看这个漫画书，翻一翻就走。没想到袁老师来了，为了怕误会，只好把书拿走。本来想等老师走了，立马还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老师已经发现漫画书不见了。哎，这个小伙伴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那我们岂不是冤枉了这个单纯美好的小伙伴吗？那我们怎么才能不冤枉那个小伙伴呢？首先，我们拿几个黑塑料袋，放一些杂志在里面，如果有人真的拿错了，就把漫画书放在里面交上去。这样的话，拿错的人就不会受到冤枉了，我们漫画书也能找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真不愧是小博士啊，就按聪聪说的去做。奇怪，这五个塑料袋里面都没有漫画书啊！看来博士的办法不管用啊，这又要成千古之谜了。怎么可能啊？Yeah.
的。拿来。你干嘛啊？哦，原来偷漫画书的凶手就是你呀、啊！对，就是你。哎，你个聪聪，你可不行了，说话啊！你，这个是你们袁老师给我的。袁老师，你可别胡说啊！我什么时候给你漫画书的？丁丁，你看，你忘了吧？那天在这儿，你说我看的那些个书都是三俗，你非得说你那儿有高大上的东西，那我就找来了。金师傅，给孩子们煮点绿豆汤，下下火呗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整天老是看这些低俗的杂志啊？没低俗啊。剧情那么狗血，当然低俗了。那，丁丁老师，你介绍我两本看看呗。行啊，不过现在我要去检查孩子们的作业了，你自己去我办公室找吧。哎，想学健康教育，教育学词典测试丛书，这也不对呀。读者文摘，16.8。什么？你看价格高，你就以为这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书了？啊！我真的被你气死了！把书还我！你让我先看完了。把书还我！还回来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我同意。我去买菜了。哎，别走！哎，我不买菜，我不买菜，你们吃什么呀？孩子们，漫画书是找回来了，但是有些事要解决。我们。站住！回来！你们是怎么知道漫画书不见的？你说，要不你说。小宝，那时候你问我鲁迅的语文题，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，对不对？是。我要罚你们坐直一周。啊！不是啊！还有。娇娇，漫画书是拿回来了，但是不能马上还给你，我要锁在柜子里，保证它不再丢，下周六再给你。啊，还要等到周六？追逐梦想不等待，努力的向前迈，拥有特别的才艺会让世界惊呆，打开天地的笑，期待。